正对立修道这么久了，为何我听了一句话，看了一件事，就会生气？为何不生理来愤愤不平？可见心中不是执，就是着耳能容忍右手耻辱而不动心之能耐。老师说，忍辱是情绪管理精神归纳的最初，忍辱是修道课程关卡历练的出路，忍辱是遏止困穷缓冲绝境的来处，忍辱是往内反省向道求证的养父，忍辱是无限潜能越用越勇的抱负。从懈怠退缩中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，懒惰不勤于盛世或凡事都无法成功，不积极之心而畏首畏尾，学会闻祸则喜，闻盛世就朝前，见性之人是知痴之作。今于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连开便见此尊容，急得不退无上道，再随菩萨下言服千万不生退转之心。老师说，精进是向善向上一鼓作气的激昂，精进是主动参与加紧脚步的奔忙，精进是越挫越勇百折不挠的自强，精进是势理洞悉性理认知的朝向，精进是正菩萨道六度惯行的桥梁，纷扰诱惑中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，受干扰引诱表示界定会不明悟，贪甜痴还很多，佛法分不清楚，明德清明止善不一贯，落在一生二二生三的层次，禅者道也，定者功夫，道在日常，在生活之中，明白德性，了解当下，心会主宰，了了分明，二六十中战战兢兢。老师说，禅定是在外一相在内不乱的守一，禅定是清净心意清明本性的契机，禅定是烦恼妄想颠倒错乱的收集，禅定是理念混淆精神导向的整齐，禅定是指在玄关用在何途秘籍，从愚昧无明中修成明妙智慧之顿开，不聪明不真正明白的意思，不知无始之前，无明之先，无知之中，无我之真，无心之心。金刚经云，应魔所住而生其心，此魔是真心，八无上正等正觉之菩提心，六度其实是一度明妙智慧心而已，是诸佛之母，不明此智慧心，五度如盲。老师说，智慧是不求而知不学而能的达得，智慧是正道端倪万殊归一的决策，智慧是一点变通举一反三的心得，智慧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抉择，智慧是放下我执找到妙法的平和。四节语知其智慧心，六度万行，明二月一，不住烦恼与解脱，不着生死与涅槃，由此岸走到彼岸，若有住疑惑者二，心中便是现在此岸，没有疑惑二之执着，此岸当下就成了彼岸，须知岸在心也。周勉传师于民国年月日归空返回一天。